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喜欢养蜜蜂的阿全。今天呢，我来检查一下，上次挂那个王牌已经出来了，然后这几天应该也出来交尾了，检查一下它的交尾情况，看蜂王还在不在，交尾有没有成功。找得好累，已经找了第二遍了，都没找到。没找到的话，我看一下最后这一批。如果在这的话就好，不在的话，我要先把那个老王放出来。因为现在呢，刚好是蜜源期，如果时王太久，时间太长的话，它会很容易进行工蜂产卵。还是没找到。找不到的话，我们想把这个老王先放出来。这老王关在这儿。有点咬这个老王，我估计那个新王还在，就是我们找了几遍找没到，不管他吧，反正